年中古屋与轻柔的浅木搭配浅灰色系，勾勒出北欧风设计里的热情与冷静。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，我们会先解析落成区空间感与气氛的营造，接着介绍如何木质与灰色调在公共空间的搭配比例，最后描绘现代北欧风的设计细节。以活动式柜体取代系统柜，营造玄关空间感，花砖与木纹砖无接缝拼接界定场域，提升居住安全。主收纳与电视墙整合，白色调轻量化柜体。全是透过白、浅木和灰色比例搭配创造层次。电视主墙浅灰涂料搭配深灰电视柜，浅色木纹砖铺成公领域，调和空间中的灰。木质餐桌与木纹橱柜配对，营造温馨的用餐环境。在梁柱对应位置设计中岛，方便悬挂电视。另一侧梁柱则透过玻璃烤漆打造留烟板。多功能房利用系统柜整合收纳与卧榻，主卧门片上也做了分割，延展空间比例。耀云创意设计蔡云章总监透过极简手法，将八年中古屋改造成机能多元的现代北欧宅。